那电解质要进出那个纤维，这时候就会非常的难。
所以就透过这样的方法造成那个绝缘的效果。所以神经胶细胞一个比较基本的功能就是那个绝缘包覆。好，那到底要用什么观点，就是保护或绝缘，那再说了哈，因为等于是包在外面嘛。那另外是，如果就养分的角度来说的话，它会协助那个神经元让养分进出。OK 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整个维持整个组织架构的完整性。好，那是神经胶细胞，所以神经胶细胞不负责直接传达讯息啊，但是它可以协助啊。那上堂课有没有讲到说，万一这个纤维断掉的时候呢？那目前发现，万一纤维断掉的时候啊，通常他们是先修外面，就是神经胶细胞会先自我修复，那等外面那个绝缘的部分修好之后，再开始修电线。对，知道电线才接起来。上堂讲到这个吗？对，就是目前他们发现神经如果断掉，比如说有时候那个刀子一划，对不对？伤口有点深啊，那有时候有些神经是真的会被切断。那切断之后呢，脖子以下目前来说，一般认定上，神经的修复可能性比较高。那它修的方法，像我一般电线是这样子，你要把两段电线接起来，就是把外面绝缘体剥掉，然后中间那个线先缠起来，然后接下来外面就捆上胶带，你把整个过程颠倒。那现在是先捆上胶带，胶带捆好之后，再开始接中间那个导线。就颠倒过来，所以必须要先修复神经胶细胞。如果从这点来看的话，就可以凸显出其他看起来还蛮重要的。不过这种修复功能就是小心一下，那个脖子以上好像修复功能真的还蛮差的，所以要损伤这里要固住，就是脖子以下都不见了没关系，脖子以上你只能固住，大概有一天搞不好会啊，有一天如果说只要保持你的智力，对不对？那就可以用很久啊。假设我们有一天找到那个保存那个知识、那个脑部的讯息的方法的话，也许可以这样做啊。所以神经胶细胞，但一般讲是协助这个词就感觉上它是次要角色，可是其实是同等重要，因为分工嘛，对不对？你神经元去负责传导讯息，那我去帮你解决其他的问题，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一个讯号的传递呢？看这个图。一个讯号传递，因为要从受气，然后接受刺激开始，讯号要先往回传回来，在这地方呢做进行的整合跟判断，然后接下来再决定要怎么做，再传出去。OK， 所以整个神经系统的设计上呢，一般来讲，一个讯号的完整传递呢，差不多平均来讲要经过三个神经元，那个负责去接受气的叫感觉神经元。Okay， 所以对于神经系统的架构来说，这个神经元会把讯号往回传到哪里？脑或脊髓。所以感觉神经元为什么它叫感觉神经元？因为它负责接受器。OK， 那个负责接动器的，在这里，负责接动器的就叫做运动神经元。所以就是讯号由它传递之后呢，即将产生对应的反应。那基于这两者之间，就是从感觉到运动然后去做讯息整合、协调、判断的，那个就叫做联络神经元。所以像我们的脊髓或脑里面的神经元，主要就是联络神经元。所以在用刚刚那个图来看的话，所以一个讯号要完整传递结束从原因到结果已经发生，那就是三个神经元：感觉、联络、运动。所以当然你在因为这种题目一定是神经这个地方基本要考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反射动作，对不对？那到底它总共要经过哪一些路径？你就从这个方面去想大概通常不会出错所以这是从功能面讯号的传递方向来去帮神经元给它一个比较明确的称呼所以应该蛮容易理解的。好，所以像一个反射动作，比如手烫到了，对不对？手烫到之后呢，在你的皮肤表面这个地方的痛觉受气受到刺激，所以接下来这个讯号呢，顺着感觉神经元，你看这个感觉神经元它怎么画？这是运动神经元，上面这是感觉神经元，你看就知道这两个神经元外形长得很不一样。因为感觉神经元，你看啊，这是细胞本体，那往前推，这边是接受气，对不对？所以这个等于就是束缚了，所以它的束缚你看就只有这么一条，而且是长的。然后过了细胞体之后呢，又是只有一条，所以它的轴突也是只有一条。那个尾巴分叉你不能算尾巴分叉是因为它要增加那个接触的机会所以它在末端的地方通常会分叉那如果你从细胞本体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感觉神经元等于是它细胞表面总共只有两个突起物，
就是没有非常多个啊。那所以单一树图、单一轴图，对。然后接下来这个轮廓，这个轮廓是脊髓的一半。然后你标示一下脊髓这个地方啊，脊髓基本上横切之后可以看到颜色呢有对比啊，很明显的不同。那个外层啊颜色比较浅，我们把它叫做白质，那个白色的白，品质的质，性质的质啊，叫白质。然后那个这个地方有画神经细胞的这个范围，颜色通常会比较深，那我们就把它叫灰质。颜色的那个灰，好，所以神经细胞怎么接？感觉神经元它的轴突会进入脊髓，然后进入脊髓之后呢，在脊髓靠近背部这个地方去跟联络神经元接起来，好，跟联络神经元在这地方衔接，那怎么接？后面再补充。然后接下来，那感觉接联络，那联络就要去接运动，啊，这地方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原来呢，如果脊髓是属于中枢神经的一部分的话，那中枢神经里面主要应该是联络神经元，应该是这样的，那结果没有，运动神经元也把它的细胞体放到这里面来，啊，所以如果你讲说中枢神经里面，通通都是联络神经元，那是不对的，啊，像脊髓就很明确，运动神经元的细胞体放进来了。啊，所以联络神经元去接运动神经元的地方也是在脊髓，啊，那是在灰质的另外一头，啊，这边已经是靠你肚子这边的，上面这边的话靠近背部，下面这边靠近腹部，啊，所以到时候呢，这个电线再从脊髓靠近腹部的这一头呢出去，啊，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就是运动神经元的轴突。那接下来，如果先手缩回来，表示那个动气应该是接到手掌或手臂这边的这个肌肉，然后一起手缩回来这个动作，很好。所以这个路线很清楚嘛，哈，一个神经元，感觉神经元接联络神经元，再接运动神经元，三个搞定。好，这其实也把那个反射动作也搞定了。好，一般的反射动作也是基本的，就是三个神经元。如果有不是三个的，那表示它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好，那这一个特例要讨论。好，然后接下来，那如果我们讲说三个协调系统里面，从神经到内分泌到免疫系统，基本上都用化学物质来作为沟通的方法，对不对？那为什么神经系统它可以快？哦，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会产生电的现象。那在神经元表面呢，产生这种电解质的流动现象，那个我们把它称为就是神经冲动。OK， 然后神经冲动，看影片比较花时间。我忘记了，不，真实的情况是我又忘记 call 过来了，没有 call 到那个档案。所以如果取某一个神经纤维来看的话，目前应该可以套用到所有生物的细胞，细胞似乎会去刻意保持一个状态，它会去妥善分配那个电解质在细胞内外的分布状态。好，那这个分布状态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结果。一般来说的话，细胞质当中 ，OK， 水当然最多，就是你把水拿掉，那水拿掉之后，接下来那是有机物，一定比那个电解质还要多。
然后结果有机物这个部分呢，在细胞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分，就是蛋白质。那蛋白质或者是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通常在细胞质这个环境里面会比较容易呈现负电状态，就是 pH 值的影响这样子。好，那细胞呢会在细胞外这个空间，通常也是液体，在这环境里面呢，它会刻意堆积一些正电，比如说钠离子。好，所以在这样的带电物质 的刻意的分配的情况之下，因为蛋白质在细胞质当中很有可能有很多重要的功能，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好，所以你把它保存在细胞质当中，这一切是合理，因为细胞是代谢的中心嘛，那细胞质是代谢的场所嘛。那钠离子呢，刻意丢把它堆积在细胞外面，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刻意的，因为钠离子细胞也需要啊。可是为什么是让钠离子大部分是堆在细胞膜外面那个区域，然后细胞里面呢就只保留一定的这个浓度？那那个钠离子刻意哦，在以细胞膜这个界限来说的话，细胞膜外面钠离子的浓度是远高于细胞内，然后钾离子刚好是偏大，所以当细胞开始去操控刻意分配这些电解质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整体来说，以细胞膜当参考界限来讲，细胞膜这个附近会呈现膜外的电位比较高，那膜内的电位比较低。因为电位比较有意义的是什么？是一个电位差。因为细胞刻意去分布这些电解带电物质的关系，使得膜外的电位会相对比较高，膜内的电位相对比较低。那当细胞把这些带电的物质操作达成一个平衡的时候，那我们就称这个处于静止，写在这边好了。当这些带电的物质呈现平衡状态的时候，我们称这个状态为静止膜电位。以人体来说的话，大约是负70毫伏。好，那你可以把负先遮掉，就是外面的电位比里面高70毫伏。OK， 可是因为他们想要去凸显出细胞外的正电就比较多。所以就干脆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表示，就是外面呢，通常要呈现那个膜电位的分布的时候呢，就把外面标成是正的，凸显出外面的正电比较多。那细胞质当中蛋白质、氨基酸比较多，对不对？所以细胞内带负电的物质比较多，所以就干脆用负的来表示。所以用这个正负来凸显出膜电位是外高内低，这可以理解吗？因为电位差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绝对的电位值其实通常没有意义。就是我这样的倾斜角度是固定的，你把这个笔拿这么高，它的角度还是这样子，放到低一点它还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呈现膜电位差的一个技巧，这些大家好沟通就好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但这个现象应该普遍存在于所有生物细胞，因为哪怕是草履虫，我们发现，草履虫的表面，细胞膜这个附近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可是，在我们身上呢，总共有两个细胞，它可以去刻意改变这个状态，其中有一个我们刚好已经补充过了，就是心脏，应该说肌肉，对不对？我们不是想做心脏在动作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会产生电的改变？那你还可以在皮肤表面贴那个电极，然后去测到那个电的改变，有没有？所以有两种细胞，它可以去操控这种电位的变化，然后来做事情，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肌肉，第二个就是神经元，所以神经元会善用这样的特性，来去传递讯息，所以现在是方法。这个现象，所有的细胞，我们这样讲，比如说你的皮肤细胞，它就会一直努力维持那个膜电位外高内低这个状态，因为它希望细胞正常运作。所以只有肌肉跟神经细胞，它有特殊的需求，肌肉细胞要产生收缩的现象，然后神经细胞要传递讯息。所以现在整个动作的过程当中，讯息到底怎么传递的呢？就是让它刻意失去平衡。平常没事的时候，它会努力维持它的平衡。但一旦神经细胞或者是肌肉细胞要开始动作的时候，它会直接引导它走向失去平衡。怎么样叫失去平衡？如果现在呢，膜电位是外高内低，所以要失去平衡很简单，你只要改变这个状态，逆转。
那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原来平衡的时候呢，钠离子在细胞外浓度相对细胞内来说高很多，所以它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让那个外高内低马上失去平衡的。钠离子在细胞膜上有一种管道叫钠通道，这个管道就像这样子，就是你就想象我一个管子，那我做一个门，我平常就把它关掉。那如果刻意要让它失去平衡，很简单，我只要把这个门打开。对，那因为钠离子在细胞外的浓度远远高于细胞内，所以管道畅通之后，请问钠离子的平衡方向是往哪边？直接很好推了，对不对？所以钠离子一定是往里面跑，因为浓度差别的关系，所以这时候会有大量的钠离子跑到细胞里面来，然后你去遮掉。那你看这个，你不要管这个正电是谁贡献的，对不对？那就是等于就是正电现在开始进入到细胞里面。对，那原来细胞里面不是负电比较多吗？我跟你讲，蛋白质、氨基酸本来在细胞质当中，它是主要的带负电的物质嘛，对不对？所以细胞里面呢，本来带负电的东西比较多，你现在正电进来之后呢，就去抵消掉，对不对？而且如果流入的量够多的情况之下，甚至于可以完全抵消，还会来再额外累积，所以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当这个现象彻底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导致现在变成细胞改换一个颜色，细胞内变成是带正电比较多。好，然后相对，因为细胞外大量正电进到细胞里面来了，对吗？所以剩下来还留在细胞外的相对就是负电会比较多，这个理解哈。好，所以这个就是失去平衡。神经细胞、肌肉细胞可以去刻意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是像你的皮肤细胞，它不需要去改变这种电解质的分布状态，所以只要发生一点点小小的失去平衡，它会努力赶快让它回复到外正内均。所以大部分细胞是努力去维持静止膜电位，然后但是像神经细胞或肌肉细胞，反而在特定的时候，它会去刻意营造一个失去平衡的现象。这个失去平衡的现象，我们把它叫做去极化。因为在静止膜电位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状态叫做极化，可以感受用这个极这个词吗？电解质的分布有极度不平均的现象，所以就把它叫做极化，所以当膜电位处于静止平衡状态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化的阶段。它开始想要传递讯息的时候，它只要引导钠离子开始大量流入，造成去极化，所以这个讯号就算是正式产生。可是这个讯号的发生呢，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可能只在纤维或神经元的某一个局部的区域发生这一种失衡的现象，那这还是没有意义啊。因为如果我们用电线来说的话，我今天这个电要传递出去，对不对？那我好歹是不是应该要让自由电子开始流动？那我这边呢，它不是导线，它是细胞。Okay, 所以电线上面讯号要传递出去 okay, 电子要开始流动。那我这边呢，讯号想要传出去，然后你又只有在这个附近的细胞膜呢发生的电解质失去平衡，但好像没有再看到那个沿着纤维讯号传递的情形。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当这个地方，假设这是一个讯号的起始点，当这个地方它的电解质发生失去平衡的时候，隔壁这边它的细胞膜会感受到这里有发生状况，所以紧接着下一个这边准备开始让钠离子也流进来，所以下一个发生的状况障碍就会是这里第一段发生失去平衡，它会去影响隔壁区，所以等一下换这边发生了电位逆转的情形，变成内正外负。所以原来是，你就按分段落来看，起始点的这个段落先发生去极化，就是失去平衡，然后因为它的失去平衡影响了隔壁。所以等一下，这是步骤，下一个步骤。到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呢，换隔壁这地方发生了去极化。这可以想象吗？我现在讲的是同一条纤维，
好，那这个是神经元没有在动作的时候，然后现在有一个讯号开始了，好，所以它就从讯号开始这个地方，细胞膜的附近产生电解质的流动，主要是正电，可以吗？然后所以这一段的电解质的流动会影响到它的隔壁，好，跟它发生一样的事情。OK 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这里，的前一刻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下一刻呢？当钠离子开始大量流入的时候，换它发生去极化。好，那你去回想一下，它的隔壁等一下发生失去平衡。那请问，它刚刚已经先发生了去极化现象，所以它的下一步，合理来说应该要努力回复成这个状态，没错啊。好，所以对这一段讯号的起始点来讲，接下来细胞膜会努力的。让它回复成外正内负。所以这个过程，以这段来说，纯粹这段来讲，叫做在极化。极化是平衡的阶段，对不对？去极化是失去平衡，所以再极化是努力回到那个平衡的状态。先这样，好，只要这三个步骤就可以了。因为我第一段发生失去平衡，因为它发生失去平衡影响的隔壁区，对，好，所以这是第二段。那你去想，第二段呢又发生失去平衡的时候，它的隔壁我就不画了，它的隔壁也跟着再发生相同的情形。所以预计等一下这边。暂时你可能还是看到外正内负、外高内低的状况，可是事实上它已经准备要发生一件事情了。这边钠离子也即将大量流入，对，这个纤维不管你多长，如果这样的事情沿着神经纤维一路的，假设左边是起点，右边是终点，我从左边开始，沿着这个纤维持续性的发生这样的事情，请问电的现象有没有变化？有。哪怕它真的不是导线，可是这些电解质的流动现象是不是等同于是沿着细胞膜的表面一直蔓延下去？它没有办法像导线传达自由电子的速度这么快，对，但它确实有沿着纤维，好，可以想象成它像电线，这个讯息是真的有在传递下去，一直传到纤维结束的地方，通通都是用这个方法。这个就是神经系统为什么可以比内分泌系统讯号传递上可以加速，因为你把内分泌激素丢到血液当中，那你的传递的速度是谁决定？血液的流动速度决定。我自己有电线，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哪怕它真的不是像自由电子一样可以在金属导线里面流动，因为它是用感应的方法，这一段的失去平衡，让下一段可以感应得到，所以下一段跟着发生，对不对？然后第二段呢，在发生去极化的时候，它又让隔壁区去感应到。这个时间上没有办法像金属导线的发生这么快，但总是可以延续下去。这个现象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神经冲动。所以神经冲动就是会在反复有两个现象发生，去极化、再极化、去极化、再极化。但这反复的发生过程里面，它是分段落，从纤维的某个地方开始发生，去极化，然后呢，然后它等下去再极化。可是它的去极化造成下一段发生去极化。OK， 所以我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讯息传递下去，速度多快呢？给你一个参考，一般来说的话，它应该可以达到这样子。够用吧，一秒一百，每秒一百公尺够用吧，体型也没有多大，这可以理解哈。恐龙都够用，人绝对够用它，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像电子的流动速度那么快，对不对？到接近那个光速的层级，那应该太夸张了，那所以，它真正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跟内分泌系统可以有一个传递速度上的强烈对比，就是靠这个技巧。好，那可是你再比较一下，这个也是一般很喜欢拿来比较的。我在金属导线上面是金属导线内部自由电子的流动，对不对？所以我的导线的方向在这里，我的讯号的传递方向是不是也是沿着导线的方向？就是电子流动方向跟导线的方向是平行的。可是你去看我的纤维，
神经纤维的走向是这样子横的，可是电解质的流动方向呢？然后等一下会再出去，这是电解质进出细胞。那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让这一件事情可以沿着纤维的表面一直发展下去。所以我的讯号的传递方向是横向的，对不对？可是我的电解质，就是我在操作的电解质，基本上它反而是跟讯号传递方向是互相垂直，懂吗？这个就是它跟金属导线方法上的不同。电解质确实会进出细胞，但是问题是我们希望它的讯号方向却是沿着纤维的表面发生，懂吗？暂时先不懂，来解决这个，快点。好，我觉得有一个翻译词还不错，叫神经脉冲，因为感觉上好像比较有那个电的感觉，神经脉冲。神经冲动就很常用，脉搏的脉啊，不管了，反正你听懂就好了。名词是人定的，脉搏的脉啊，神经冲动或者是神经脉冲，就强调那个电的感觉这样子。下午去体育馆的举手。下午会留在教室的举手。还是这么多，留在教室自己想办法。我刚刚看到通知，学校是要求老师要跟着一起去。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所以这样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神经冲动的传递过程要不要消耗能量？聚集化大概只是这样子，我有一个管道，然后有一个门，我只要把门关着，电解质就不流动，所以我只要把门打开，对不对？这是原地扩散，外面的钠离子浓度高，里面的钠离子浓度低，对不对？我只要把门打开，善用那个浓度的条件，钠离子就自然流进来了。可是等到我要再把钠离子努力的丢出去，因为下一个步骤是再极化，再极化你是不是要努力再把正电赶快再丢出去，而且是刻意让细胞外的钠离子远远高于细胞内，请问这个过程要不要花费能量？要。好，所以神经系统如果有在运作的时候，它其实消耗能量还蛮明显的。特别就是像脑可不可以休息，很多地方不太适合休息，对，因为脑分成很多区，所以你也知道脑休息就拜拜。礼拜六谁要去听演讲？魏尚红老师啊，老师们休息。休完没？为什么要连锁效应？口头上先讲，这是高三的部分。那个钠通道啊，它可以去感受那个电位的变化。对钠通道来讲，电位的变化是一种刺激因素，所以当这个蛋白质那个管道那个蛋白质它感受到隔壁有发生电位的异常，那个就是它的刺激原因，所以它会因为那个状况而把门打开，对吧？所以它是感染的，就是那个现象它是一直沿着是那个细胞膜表面感应下去的，好吧？好，所以叫神经冲动，所以它会沿着那个神经纤维的表面发生一连串的膜电位的变化，所以它是膜电位发生改变，跟金属导线自由电子在导线内部的流动，其实真的是不同，但是都有电的发生，所以你要知道这当中的差异性，就忘了 call 了，有缘再说，好。可是现在的问题，这里就纯粹补充了，因为高三才能够讲细节。那
纤维总是有结束的时候嘛，对不对？我们讲说，因为它毕竟是细胞，你再怎么样把它想象成它像电线，你再怎么样让这个纤维拉得很长，它总有结束的时候。问题就在我们刚刚讲，一个讯号的完整传递，就是至少需要三个神经元感觉联络跟运动，对不对？所以表示神经跟神经之间的衔接，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的衔接是必然的。那也就是说，感觉神经元势必它有必要有这个责任，还要把它手上的讯息转交给联络神经元。联络神经元一样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讯号再转交给运动神经元，所以这样子的话，讯号才能够传达到动悸。合理来说是这样嘛？所以这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所以我会有两个神经元要去做衔接。那衔接没问题啦，电线不过就是这样子嘛。你有一个最直接的选择方法，既然是电。管你用什么方式，你是用自由电子还是用电解质，反正我直接让两个细胞直接靠在一起，不是一切就解决了吗？又没有，我们是这样子，有些生物是这样子，一些无脊椎的比较构造简单的生物，确实他们会把神经元直接接起来，这样电直接就过去了，就不用花很多的脑筋。我们就不是，我们是刻意把这两个神经元的距离呢稍微拉开。大概到哪一种程度呢？有没有玩过有一种，就是你会把那个电压比较高的那种电池两头接电线，然后把那两头电线极度靠近，它会产生那种放电效果，像闪电一样。导线没有直接接触，那地方有那个像闪电的那个，有玩过吗？或者你可能以前国小曾经被男同学电过，我就做过这种事情啊。不，小时候比较皮一点。有时候比较皮，那是皮，不是霸凌，好吧？那就会知道说，小时候就很懂得那个电池1.5伏特不够强，所以要多串点几颗，就是比如说4颗不够，还要6颗，诸如此类的，那火花就会比较明显啊。所以也就是说，电线真的要直接接触吗？也不用，电线在很靠近的情况之下，那个电池是可以过去的。那我们就很奇怪，就刻意把那个神经元之间的距离呢，拉到那个电，没有办法直接跳过去，所以这地方要例外处理。怎么处理呢？这是一个，你现在看它那个衔接方式，这是轴突，轴突末端会有很多分叉，所以拿其中一个分叉，它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来做说明。这边呢，平时它会制造很多的运输囊泡，这个词有听过吗？高级试题制造。有很多的包裹，里面平时预备了很多化学物质啊，然后这些包裹呢，当神经元没有传达讯息的时候，这些包裹它就放在那个轴突即将结束的这个附近。那等到这个表面呢顺着纤维的表面正在发生神经冲动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细胞膜所产生的电位的失去平衡。所引起的变化会是让这些包裹开始往细胞膜移动。还记得分泌作用吗？我以前有记得有讲过，这些包裹接下来就慢慢移到细胞膜这个地方跟细胞膜接触。那因为细胞膜是脂双层，运输囊泡的膜也是脂双层，所以因为这个排列相似的关系，这一靠近之后就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对外的开口，然后就可以把包裹里面的化学物质释放出来。OK， 好，这是前一个神经元呢，它可以在这个地方轴突的末梢释放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的用意是在一个很近很近的距离的情况之下，它就扩散过来，然后紧接着去刺激下一个神经元的细胞膜。好，哪里呢？可能是树突，也可以是细胞本体。好，在这个地方对下一个神经元造成刺激，所以刺激之后，下一个神经元发生什么事？继续在细胞上发生新的一波的神经冲动，所以神经元上面它传达讯息的方法就是神经冲动。但如果你现在讨论的是神经元要衔接神经元的时候，两个神经元之间其实是靠化学物质。所以如果说神经跟内分泌其实有一个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实际上在细胞之间交流讯息都是用什么化学物质。但是因为神经元本身可以产生神经冲动，神经冲动基本上它的有效性，就是传递的速度会比进入血液当中去流动要快很多所以它为什么可以快，是在神经元上面的神经冲动所造成的。那它的瓶颈也会发生在这里，
因为细胞跟细胞之间仍然需要透过化学物质，哪怕这个距离很短啊、哦，它毕竟还是扩散，所以神经细胞的运作的最大瓶颈是在这个地方。那、啊、这些化学物质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神经传递物质或者叫神经传导物质。啊、哦，那你可能有听过几个，比如说多巴胺，有没有听过？多巴胺，快乐激素，啊、哦，这东西多一点啊、哦，会让你快乐一些，这样子。啊、哦，那高三的时候，我们会再多介绍一些这个地方啊、哦，以及它的功能啊、哦，比如说像正肾上腺素啊、哦，这种也是啊、哦，有没有听过乙烯胆碱？没。好，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这种设计？因为这样的设计是确保讯号传递单向的主要原因。你看哦，如果只有轴突的末端有能力释放化学物质。啊、如果只有树突可以接收这些化学物质，所以表示如果你现在逆着方向，比如说你现在讯号要逆着方向传回去，树突又没有办法释放化学物质，轴突也没有办法接收这些化学物质，所以你讯号就没有办法逆向。它是用这个技巧来控制那个单向性、啊、所以在讯号的衔接上面这个设计很重要。我们就把这个地方从轴突末端结束衔接下一个细胞的树突或细胞体，把这个地方称之为叫做突触，突起部接触的这个界面，叫做突触，所以神经传导物质就很重要，所以什么时候重要？有没有听过那个有一些蛇毒叫做那个神经性蛇毒，对不对？一咬下去，然后呢，毒液开始散开之后，它可能就会去干扰这个地方，让这个讯息无法有效的传递过去。那这个时候可以是神经对神经，如果这个是运动神经元已经结束呢，那这时候就是神经对肌肉。所以神经对肌肉，神经为什么可以刺激肌肉让肌肉产生动作，也是因为如果下面是肌肉细胞，肌肉细胞也可以接受这些化学物质的刺激、啊、但是它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肌肉收缩。所以蛇毒一侵入，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地方肌肉可能瘫痪，为什么？因为这些化学物质无法刺激肌肉，造成肌肉的收缩。OK 好，这样有是状况哈。好，所以接下来，跳到比较高层级的，就是神经系统这个架构，我们把它概略分成两个层次：中枢神经跟周围神经。中枢神经基本上就比较明确，脑跟脊髓。那大脑，你所熟悉的大脑只是脑的一部分。所以下次我们用那个脑的模型来讲，应该就更方便。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当初跟脑一起发展的一个部位，就是脊髓。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呢，最早发展的东西就是神经，神经系统，因为它很重要，它必须配合我们身体的发育过程，然后赶快把电线先分布好，所以当初最早出现的就是脑跟脊髓的前身的细胞。但是因为你脑跟脊髓，脑被包在这个里面，如头颅里面。那脊髓呢，沿着脊椎骨分布，对不对？那你身体的范围这么广，这样也不够，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电线拉出去，有些拉到受器，有些拉到动器。好，所以脑跟脊髓会有很多延伸出去的电线，那个就叫做神经。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每一条线条，那是什么？上堂课有没有这样勾？对，这个感受不到，观众看着，下次有机会拔那个牙齿神经有没有？首先，牙齿框就是拿那个钳子把牙齿拔起来，牙床划一刀，拿个钩子下去勾起来，扭扭扭扭扭，唰起来，有没有？那个钩子前面不是有个一坨白色的线条？下次有这经验的话，记得跟医生讲，那个留给你，回家用酒精自己泡起来保存，你就会发现有一条神经这样子，就是那个，所以神经。神经这些电线就是神经纤维捆成一捆，所以神经是什么？神经是一捆小电线，捆成一捆。那神经纤维呢？神经纤维等于是这一捆电线里面的一条一条的小电线，那知道差别了吗？所以神经纤维是细胞上面的这些突起物，那神经呢是很多个突起物，因为方向大致相同，所以我们把它捆成一捆，那叫神经。所以神经你看得到，神经纤维看不到。这样，所以下次要解决这个部分，好了，先到这边。